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莲花生大士，南无文殊师利菩萨，顶礼华智仁波切，顶礼法王如意宝，顶礼上物下道大和尚，顶礼登科仁波切，顶礼西天东土，红中眼教诸大善知识。我们翻到178页这边开头，一位僧人转饶热镇遇到中敦巴格西，中敦巴格西说，尊者转饶固然值得欢喜，但是如果能修持以真实法不是更好吗？当时那位尊者想，读诵大乘经典比转绕的修法功德更广大吧，于是到经堂的走廊诵经。因为当他听了中敦巴格西这样讲之后，他就想，那什么是一个真实的修法呢？比转绕寺庙更好呢？他想大概是读诵经典吧，于是他就到经堂里去读诵经典去了。这中敦巴格西看到了之后又跟他说，中敦巴格西说，诵经固然值得欢喜，如果能修持以真实法不是更好吗？继续还是这样讲。所以他又想，这个人这位尊者又想，哎呀，修持禅定该比诵经修法功德更广大吧，于是放下经书在床上闭目而坐。这个他不但这样想在我们这个汉传佛教里面，大家也普遍的这样认为，大家就认为做经忏的没有这个学经教的功德大，学经教的呢没有坐禅的用功的功德大，大家有时候也有这样想。但是这里面你看，这位尊者也是很自然的就这样想，他在诵经的时候，尊敦巴格西跟他这样讲你不能修持一个更真实的修法吗？那样不是更好吗？他也自然而然就想起来，大概参禅打坐这个功德比诵经的功德更大吧，于是他就放下经书去打坐去了。但是中敦巴格西看到这样子之后又开口跟他说了，参禅也是值得欢喜的，如果能修持以真实法不是更好吗？于是他只好问格西，尊者，那么我应修什么法呢？中敦巴格西回答，舍弃今生，舍弃今世，舍弃今世，舍弃今世。这个话萦荡在耳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我们有时候自己读诵经典，然后甚至去佛学院读书在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了很多经教，然后自以为有所开悟，然后开始去参学天下去走访那些那个深山这种进士或去山洞或去茅棚，去向那些老参们去学习，然后一段时间下来
啊，听到一些啊，从那里总是可以听到一些神奇的传说啊，甚至降龙伏虎哦，这些故事啊，也可以听到一些啊，书本上说未曾有的那些奇谈啊，那些啊很深冷的那些语言呢，啊，都会学到。甚至我们会讲哦，什么什么正量，啊，有什么什么神通，这是我们学佛的，似乎一种很习惯的一种思维，很习惯的对修行的一种定位，啊，但是我们听到中根巴格西这样子来回答那位修道者的时候，舍弃今世，舍弃今世，这是一个真实的。像他说，修持如果能修持一真实法，那不是更好吗？所以现在就变成肯定词，舍弃今世，舍弃今世，是一个应该修持的一个真实的法，是一个很好的法。但是我们往往啊，学佛的人呢，不要说学佛了，甚至连一进佛门之前呢，都是啊古古怪怪的都开始了啊。所以有很多人一进佛门没多久就开始干什么，哎，离走火入魔已经不远了哦，与佛把佛菩萨与啊鬼啊神啊就混为一谈，啊，变得很神秘，啊，他尤其是末法时代啊，要么就是世俗化，就把佛教啊世俗化，啊，要么就是把佛教什么呢，把它歪曲，啊，把它离奇，啊，把它玄秘。这个是常见的，现在的这个佛教我们这里面很多信徒的这个很常见的这些相啊。我们继续往读下文啊。因此今生世间的一切琐事将导致现在和未来无法从轮回的痛苦中解脱，所以应当斩断此生的系锁，修持后世之菩提。菩提是不生不灭，我们现在是生灭的，我们真正如果了知轮回的痛苦之后，我们就会很清楚的舍什么取什么。今生的父母亲属一切亲友饮食财产受用应如唾液般舍弃啊，就像那个鼻涕啊，像那个浓痰一样，会不会咽下去啊？哎，自然会吐出去了。虽然那个鼻涕那个浓痰都是你这个身体里产生的，但是谁会把这个鼻涕再吃下去呢？谁会把这个浓痰咳出来了啊，再一口咽下去？虽然是自己产生的，自己也不要了。所以今生的父母亲属一切亲友饮食，这个饮食是自己，我们说人是铁饭是钢，哇，饮食啊，我们甚至啊，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呢，啊，因为什么？民啊，他要命啊，他要活下去，要延续这个寿命，所以他要以这个饮食是很重要的。但是真正你看清了这个轮回的痛苦的时候，甚至对饮食财产受用这一切都会舍弃的。就像米勒日巴尊者，他那个时候住山洞的时候，就进山洞之前他就发这样的誓，
乃至饮食没有了，我都不会为了饮食而下山。其他的受用啊、财产更不用说了。所以当弥勒日巴尊者他所带的那一点点青稞啊，那点点藏巴啊，吃完了之后啊，肚子实在饿了，捧了一个破碗，走出门的时候忽然就想起来了自己进洞的时候所发的誓言，绝不以饮食而下山，如果我违背这个誓言，希望护法把我打死，头都把我砸碎打碎。所以他想起这个了之后啊，哎呀，不能下山，那肚子实在饿怎么办呢？哎，就发现了这个洞口啊有那些草。什么草？那叫荨麻草。荨麻草叶子长得大大的了，啊，叶子下面都是毛啊，我在西藏的时候是不敢碰的，如果你手碰过了啊，这整个手就是刺戳过一样的，奇痒难忍。荨麻草啊，所以弥勒日巴尊者他也是这样的修啊。所以华智仁波切啊，他慈悲我们众生，他告诉我们愿意修行的人，给我们开出了这样的药方，你愿不愿意服这个方啊，你愿不愿意按照这个方子去做啊。这些都是要舍弃衣食等，应随遇而安，穿的衣服吃的这些食物应该随遇而安，知足少欲，这个衣食随遇而安，知足少欲。就像我们，你看我们惠智寺后面靠着什么天童寺，对不对？什么叫天童寺呢？原来有个修道人呢、在半山呢、在这个半山打了一个茅棚啊，很少有人知道，但是他在里面他也不为了这个饮食他下山来，肚子饿了他也不下山来化缘，结果这样感动了什么？感动太白金星啊。太白金星本来是什么那个道家里面的人物，对不对？每天来给他送饭吃，供养他的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之后啊，有一天他就问这个童子啊，才得知这个童子是太白金星所化的啊。后来所以啊，在这个地方他起茅棚的地方种啊，这个建庙建寺庙，故所以起名叫天童寺，天童送供的地方。这个边上的这个山呢，就堪称为叫太白山。我们这个天童寺太白山，就这么个典故。我还去过终南山，终南山那个净业寺，净业寺呢，是道宣律师啊住终南山修行的地方。他也是，他不为饮食下山化缘，所以感得。天上的一个天神呢，每天来给他送供，所以我们佛教界说啊，道宣律师啊，天人应送供啊，天人送供，而且他的这个送供台我也去过，哇、要走过那个悬崖峭壁啊，从悬崖峭壁走过，然后再来到一个很险峻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座处，这个座处啊，就是道宣律师当时啊坐的这个地方，哇、前面这个山呢。我就像黄山一样，都是那个华岗岩的石头啊，非常的有这种灵气。然后他就面对着这样的山在那打坐，啊，每天呢就有天人呢来送供，叫应供台，那我也去参学过。这都是我们佛教里面，在衣食上面随遇而安，知足少欲，而感得。这个鬼神轻浮啊，这样子来护法了，这样。所以这个文章这个文里面下面这个叫唯一修持正法，唯一修持正法。那世间的人在，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佛法，
你对这个古大大德、古大德的这种羞耻啊，你不了解的时候，靠自己的分别心会想：哎呀，哎呀，今生的父母都不要了，亲属也不要了，亲友也不要了，哎，乃至衣食、财产、受用也不要了，那人怎么活下去？那还修什么道啊？人人会有这样的分别心啊，会这样想。但是你真是啊，像我们前面啊这些故事你了解了，你就会知道，就怕你做不到。你如果真的做到了，绝对不会把你饿死啊，而且人天景仰。印度丹巴桑吉说，此等物质犹如云雾一样，不要执着为常有。一切名誉犹如鼓声般，不要追求名誉，应当修持法性。妙衣如彩虹一样，应当身着破旧衣衫而修行。再好的衣服了，也就像彩虹一样的。所以对这个衣着啊，不要追求精美啊，啊，衣能蔽体，食可果腹，啊，我们古代大德啊，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所以这个里面呢，自己的身体是脓血、黄水的皮囊，不要执着真爱。这个身体啊，我们对这个身体的这个执着啊，哦，是第一的啦，非常的，所以常常要去观想，真实相是什么？啊，真实相就是啊，这个身体啊是脓血黄水的皮囊。我们佛教界里叫臭皮囊，臭皮囊。这个身体，你看，我们有时候细致的想想，从头到脚，像特别是夏天，容易出汗。出了汗之后，不要说三天了，一天不洗啊，这个味道不一样啊。你闻一闻，头上是头上的味道，脸上是脸上的味道，啊，脖子是脖子的味道，哎，这个腋下的味道，身体每一节的味道都不一样。为什么你知道吗？从医学角度上，分泌出来的汗液都是一样的，是没有味道的。但是马上为什么会变有味了？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它分布的细菌是不一样的。在佛教里面，入胎经里，就昨天我们讲到，眼睛和鼻梁的味道是不一样的，鼻梁和这个鼻沟是不一样的，鼻沟和鼻孔的味道是不一样的，鼻孔和这个口腔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里面的虫是不一样的了。就像大地是一样的，长出来的草、开出来的花却不一样的。哎，就像我们这个也是这样的。这个浑身表面上这么多细菌充满，内在呢，内在也是这样的。所以啊，我们现在还活着，这个气血在运行着，在努力的平衡着这个啊，每一个部落的细菌呢，在平衡着。一旦我们一口气不来，这个心脏一停止跳动，论分钟算的，从外面到里面，三天之后，这个身体就开始腐烂了，清淤了，整个这个大虫聚就开始泛滥了。包括现在活着呢，一会这边长一个热疖，这边哦长一点那个叫什么青春痘，都是细菌在作怪了。所以现在这个时代，你看用的最多用的就是什么抗生素，有时候人都没有办法用抗生素，哎，让这些细菌杀灭一下。但是抗生素又不能乱吃，吃过头了之后怎么办？那体内体外的这种菌啊杀太多了，然后失去平衡了，另外的病又产生了，然后口腔啊会溃疡，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啊会被破坏。另外的病又会产生啊，肾脏的病啊，肝脏的病啊，又会产生。所以这个人这个身体啊，我们就观一观这个人身体好了。哎，
有这么多的过患呢、啊？就这个身体，有时候想一想，不要为了这样一个身体啊，就造作那样的恶业啊，自己的身体是脓血黄水的皮囊，不要执着真爱，美味食物也是不净物之因，为了充饥而奔波忙碌啊，不要啊，为了充饥啊奔波忙碌，再美的食物，再可口的山珍海味，也是臭屎的因啊，不净物啊，我们讲的难听点哦，好听点叫不净物，大小便从哪里来啊？就从饮食当中来啊，再美味的山珍海味也会变成那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师父在讲啊，说吃素，吃素也不要啊，也不要考究啊。哎，喉下三寸成何物？你在嘴里面嚼得很美味，你咽下去的，咽下去三寸，你再吐出来，就又酸又臭的了。哎，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啊，对于饮食，也不要去追求它啊，美味不美味啊。这个很值得学习的，我们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习气，这个习气是什么？这个习气就是轮回的习气，衣食啊，这是我们人生的，你看天天啊就会陷在这样一个误区当中，所以要深入的去思维这个道理。所以我也常常的听我们师父啊，他老人家的这样的教化的声音，这个啊，这个那华智仁波切啊，他在这个上普贤上师演讲当中啊，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是我们修心的金玉良言。不要为了充饥而奔波忙碌，一切外境显现都会招致冤敌，应当安住于寺庙或深山中。一切外境显现都会招致冤敌呀、啊。为什么？为什么？就像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啊，有个人开车到庙里来一样，然后啊，这个车进来的时候，有边那个摩托车忽然的从巷子里窜出来，结果、啊、这个摩托车。他这个汽车啊，车刹住了，摩托车刹不住，就撞到了这个车上。啊，他车摩托车的话，擦油漆擦掉了，他一定要这个开车的人赔他钱。啊，跟他吵吵吵吵，最后啊，最后他赔了他200块钱。我问他，我说既然不怪你，怪他，大家也都指责那个骑摩托车的，为什么你还要钱赔给他呢？哎，这个人讲一句话，我觉得他很觉悟，很有智慧。你这个轿车几十万，他摩托车只有几千块钱，所以他就有道理跟你吵，你就应该赔他。为什么？因为你是开汽车的人呢。哎，他就一语讲到关键上去了。他说他骑摩托车的，你是开车的，他已经心态不会平衡的了，所以一切的显现会招致冤敌，迷乱的荆棘会刺入内心，应当修持平等性。什么叫迷乱的荆棘会刺入内心呢？就是当你迷乱的时候，你就会显现分别的状态，这个分别啊，让你的心啊，会让你的心干什么？让你的心被刺痛。所以呀、啊、一个人修行的应该远离这种分别的状态，应当修持的平等性当中安度的平等性。什么是平等性啊？平等性什么是平等的？什么是不平等的啊？应该安住于平等性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你看，乃至我们一边做早晚功课来念诵的时候，一边都会升起烦恼来了，
哇，他这个铃鼓敲错了，或者他那个木鱼敲错了，哎呀，马上这个烦恼哗就会起来啊，这是不是啊？如果你没有安住在这个修法当中的话，你一下子这个迷乱的这个荆棘是不是会刺痛你的心啊？马上就会被这种迷乱的分别心所伤害。但是你当时你如果觉悟，你一下子安住在这个功课的念的这种词句当中，哎，任何早课也好晚课也好，任何一个词句你用心去体会它的时候，你前面的那种烦恼会一下子就歇下来，一下会歇下来。所以我们早晚课念的这个词句啊，不得了啊，任何一句只要你去体会，马上就会得受用，马上就会把我们这个迷乱的这种分别的状态啊救出来，救出来。一切需求是从自心而产生，应当守护自心。这句话，哎呀，那就更加的奥妙了。他说，一切需求是从自心而产生的，应当守护于自心。就像我们现在，啊，我最好能成个百万富翁就好了啊，然后就拼命的赚钱啊，拼命赚钱啊。就算你哎呀很有智慧，你从10万累积到100万了，最后你这个100万你满足了你的心态了，从100万的这种需求到了100万来满足，从你需求的时候是什么，满足的时候是什么，这世间所不了解的啦，世间的人不知道的，但修行的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是什么东西在需求？是什么东西被得到满足了？如果你明白了这个，你何必要去舍本去琢磨呢？你舍去了这个需求，你舍去这个被满足的东西，而去向外去执着，向外去追求。这个心才是真正的东西啊，心当产生了念头的时候，你是舍去你的心去执着外在的东西，到远处去，就像你的这个口在饥渴啊，饥渴，你是就近找井水来解渴呢，还是跑到很远很远的荒漠上去找水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切需求是从自心而产生的，一切需求都是自心而产生的，都是心的一种念头啊。只不过我们迷了这个心之后，不知道这个心了之后，反而因为这个心所产生的念头而向念头上面去走，所以越走越远呐、啊。所以对修行的人呢、啊，应当守护于自心。为什么？啊，如意宝自己具有，不要贪着饮食财物。如意宝自己具有的，就像我们六祖大师在开悟的时候，他很自然的这样说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哎，这个里面啊，第一句就，哎，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也就是佛陀，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他睹明心而悟道的时候啊，奇哉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个
个如意宝里面会解决饥渴的问题，这很多人又是不能够理解，世间的啊，世间的人是不能理解。白马顿顿尊者，他曾经在闭关修行的时候，他闭关的九年，前三年依靠一点饮食，啊，还吃一点食物啊，中间三年呢，只喝一点点水，最后三年啊，任何吃的和喝的都不需要了。他就是显现了什么？啊，显现了这个如意宝的，他得到这个受用了，得到这样受用了。就像佛陀六年苦行的时候，哎呀，种种的这个世间的这个地神呐、天神呐，乃至于啊十方的菩萨啊，都会来劝请啊佛陀啊。那个时候劝请悉达多太子啊，说您啊，你看您的身体这么枯瘦了，您应当珍惜你的身体，您应当进食。这时候啊，悉达多太子啊就安慰他们，把自己的白袍舒展开来，让他们见什么一相，让他们见到从白袍的深处啊，甘露，自然的甘露，在白毫里流淌，一直这样从内部滴到什么？滴到这个佛陀的舌尖。佛陀的这个舌啊，舌尖上，啊，这个上滴啊，滴他的这个上颚，然后这个白毫的内在的这种光明啊，就是说甘露水呀，直接就是滋润的。这样的佛陀的全身，这样奇妙的景象。所以这个时候地神天神十方的菩萨啊，哎呀，都赞叹了悉达多太子必将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因为他已经不再依靠世间的这种啊粗陋的饮食来滋养身体，来支持这个生命了。所以在这个华智仁波切在上师的一些教言里面，他就这样告诉我们，就说修道的人要追求这样子啊，要依止善知识，你不依止善知识你怎么会知道啊？那分别念啊，属于轮回的范畴，然后你所显现的一切，你的身体啊，这个身体的种种的内外世界，你所感受的都是啊生灭的现象，你怎么知道那个不生不灭的善这种啊善妙的教法？就像佛陀啊证悟了这样的道之后，说我法妙难思，不可以言宣呢。什么样的人能够真正的听闻，能够理解，能够相信我这样的教法呢？所以作为佛陀，作为祖师，他们对这样微妙难思的教法啊，他也知道是非常甚深难解的，难信的。对于我们这些修持的想了生脱死的人来说呢，这么微妙难思的教法，我怎么才能了达呢？所以现在我们就幸运在这里，佛法啊悠然住在世间，还有一代一代的善知识啊秉持的如来的法传，令众生呢可以解脱。所以啊，我们这里面这句话的如意宝自己具有，不要贪着饮食财物，这个里面啊我开显出这么多，如意宝自己具有，真是因为你如意宝自己具有，所以你才要啊为了尊重自己，为了尊重自己的这个如意宝故啊，所以要亲近善知识。你看阿育王氏啊，醒安禅师在这里写的《劝发菩提心文》，其中有一句话叫“不辜负己灵故”，这个灵指的什么？就是指的这个如意宝。不要辜负你自己的这个如意宝啊，所以应当发菩提心，应当参学善知识。
所以常常我也比喻，你明白了这个菩提心，这个也就叫无学道，不生不灭的法，也称为无量光无量寿。如果你明白了，对你自分上叫自度啊，你让众生也明白这个，那叫度他，是不是？是不是讲两个道理呢？不是两个道理，不是两个道理。所以说啊，我们在《妙法莲华经》里面他说啊，无一亦无啊，无二亦无三啊，没有佛法没有两样的，唯有一真实。这个真实法与自受用上啊，称为声闻缘觉；在利他上，能称为菩萨。这个本体没有两样，所以说啊，在这个里面我做一个比较详尽的开展，让大家要坚定不移的，也是为了这个真实的这个如意宝，不要被那些零零碎碎的，还为了一件衣服啊，为了吃一个什么东西啊，把自己的真正的这个给耽误掉。言语过多是赠送之音，应像哑人一样。但修行的人呢，如果言语过多了，会引起争论。所以我们的印光大师也这样说：言多必送，言多了肯定会引起争论。行啊，这个，但是呢，你展现出这样的行为呢？大家会看到，也会学习，印光大师他有这样子的这种说法，所以这里面呢，他也是这样子说：言语过多是真受之因，应像哑人一样，像哑巴一样，少于开口。那这个我们很多都有这样，所以你看参禅的讲止语，我们念佛的也讲净念相继啊，也是啊，所以这个多把这个念清净的这样念那个相继啊，不去啊打闲岔。心性能现种种之业，所以不应跟随饮食转。这个祖师，你看华智仁波切这再再提到这个饮食，这个饮食啊，这个饮食说明对我们这个人呢，它影响很大很大的。